方德太太，我今天代表我们406室全体住户的权利来和你进行协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住得不舒服啊？你搬进来住住看，不就知道舒不舒服了？喂，你在勾引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房东太太，你先冷静。今天就是居住品质实在太糟了，居民才会按您提告，不提问。品质太糟？怎么会？这当初花了一大笔钱请设计师看了很久，这种品质还要找设计师啊？看一看室友跟我说他不想做了。不是，你说花了一大笔钱就请设计师来看一看，是设计师脑子坏了，还是你脑子想坏坏了？当初就是跟他谈包养，包案装潢，毕竟这栋房子是我。什么？是你毕生的心血，还是家族的祖屋啊？确实是老王那过户来的祖屋，从他祖上过到了我祖上，所以是祖屋。刺激啊！那个，我们还是谈正事吧。正事？不是说好这个频道不谈政治吗？还是你想问我到底是不是正事？这个问题搞得我很敏感，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房东太太，你先冷静啊。不好意思，毕竟讲到我师的部分有点激动。我们住户认为每个月都有太多不透明的费用，实在太坑爹了，水费、电费、管理费等等等等。你们是怀疑我有在费用上灌水是吗？连隔壁村民都在嘲讽我们一屋子的盘子，你敢说你没有灌水吗？连隔壁村子都看得出来你们是盘子，你相信我没有灌水吗？我靠，你这反问突然问到我了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我也就不演了。十个房东九个灌，水电瓦斯都能赚。还有这个房子的隔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每次我讲电话，总是能听到其他住户回应我，好像这个房子压根就不存在秘密似的，连个隐私都没有。这肯定是大家公民素养不佳造成的。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有人开麦，其他人起码要等他说完话才能发言。Over。房东太太，我们只希望你能加强一下隔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加强的隔音效果，却还是不能解决大家偷听你讲电话的情况，或者大家根本趁你开麦的时候抢着发话，这样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嘛？所以这就是公民素养的问题，只要透过2小时的公民教育，就能解决几十万的装修费。这一问题也反映了你们406室居民整体思考不够成熟，好的房子更需要好的住户配合啊！房东太太，眼下还有最严重的漏水问题，至少请你负起修缮的责任。怎么了？随时生命之源，中南部乡亲至今都有缺水的问题，你们却连得来不易的雨水都不珍惜。我先声明，雨水我可从来没收费，就好比天空总是不作美。现在屋况已经到了连睡个觉都可能有溺毙风险的等级了，与其说是漏水，不如说这屋顶会砸水。我们全体住户都要求必须限期改善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说谎啊！什么？楼下的租客也明确向我表示过，他们也漏水，侧面证实了当你们房子漏水时，这房子渗水设计能像疏洪道一样将水引导到楼下，这样顺畅的排水系统根本淹不死人。算了，我认为最起码你得降点房租，不然我们打算集体退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降房租啊！那每个人少收1800，反正下个月开始会多收水质净化费。房东太太，看影片如果按下订阅，世界会多一个爱你的人。哎。